我们要以第一人称，也就是上帝视角来看一把琴啊，跟我走。看，这个就是来自于李大哥李宗盛的《旅途》的这个奇妙的想法，以及他的大都会。大都会呢，就是美国的纽约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英格曼的云杉上面有红色的涂装，同时它这些地铁的线路啊，都是以这个实木的枫木来镂刻。那么可以看到很经典的曼哈顿中城啊，很多的大街，这里是 Yankee Stadium 洋基体育场 ，LaGuardia Airport 拉瓜体育场。线路呢有非常经典的 Central Park North 中央公园的北站。那么它的侧面和背面呢，采用的是台湾的楠木，以及它经典的崭新的建筑穿孔式的设计。这个我们看 label 一下内标呢，大都会是李大哥的亲笔的签名啊，2017年6月30日完成的一个作品。Nice。